对，所以我只能跟您报告，就是说这个，请各方都有推荐很多的人群，嗯，那我们都会去各个去评估，然后这个等到经济作业小组评估完成，然后他们决定了以后，就会对外发布，中间这一段的流程，这个。是流程不便对外说明。那这边的话，我想要问一下，那评估考量这个小组的话，他们目前就是就亲民党的这个方针的话，那重要的考量大概有哪几点？可能请发言人跟我们这个讲一下，行吗？就是对于候选人的考量。哇，那讲起来，那就没天没地了。因为选举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，包括他的地方实力啦，然后形象啦，各种方面，方方面面的东西都要考量啊。因为你要说什么具体项目，他又不是考试，对不对？这种东西不是考试，他总要还要询问地方意见啦，然后各方面的状况都要去评估啊。所以说目前的话，就是还是说希望说以地方影响力以及说他的目前的人气以及声望，所有评估各个政党都一样，你要讲到什么具体项目，你把它想象的可能比较像，你会比较这个说法，你就会把它比较想象的比较像什么我是歌手那种，还什么东西积分，什么东西积分，可是不是这个，简单的讲，所有各个政党在作业过程中间的提名的评估，简单来讲就是他选不选，对，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对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然后这个在选不选择上是中间，或者是我提这个人，然后对我的选情有何帮助，这样子，就简单的讲就是这些，就是选不选择上跟这是最主要的评估点，就是永远还是以选不选得上为最主要的这个，当然是这个样子。